学习艺术设计，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人，他其实创意是非常重要。那创意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生活里面来是最好。那因为呢，华范在山林之间，那么作为艺术设计这样子的一个人才，在学习的历程中，有一段时间可以游离摆荡在城市、山林、城市之间。那当然他的生活的体会不一样，思考不同，所以也会加宽他的思考的维度，然后呢提高了他创意的可能。下班的时间到了，我就要开始教大家怎么考建筑师做设计。所以说，希望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准备要开始练习建筑师考试。有一些建筑物的后面呢，它一样会有一些小巷子啊，小巷子一样会有它的一个任务在。小巷子勾附起的一些背面社区或是巷道的一些步行空间的品质。喜欢帮助人，其实帮助人自己帮助自己更多。就像这几年教那么多人考上建筑师，其实最后帮助最多的是我自己，因为我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建筑设计这件事情，我自己学到更多。利他其实也是利己，它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林玉杰建筑师，事实上我们比较少这样称呼他了，我们都叫阿杰。对。那事实上，他是蛮乐于助人的。按照他这样的一个心态，想说啊，那我也去帮别人，去帮别人的学科或者是其他科目，所以整个环境就是有一种大一点互相帮忙的感觉。也许真的是华范跟王慧文老师给我的影响啊。如果说我能够多做一点点事情，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他在未来工作或生活上面的一点点影响的话，那我觉得多做这么一点点事情是非常值得的。然后这一点点事情可以影响更多的人，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点点的力量去传输到给其他的人。对我来讲，建筑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炫技或者是一种漂亮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它有趣在于它让我去认识到更多人，看到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文化，把你看到的画面或是生活的场景利用建筑的方法平立剖透去把它描绘下来。那这个描绘过程当中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观察空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那这些感受在你未来在做设计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化学作用。它事实上是一个懂得去付出甚至利他，那这也很符合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精神，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对社会做一些正向的回馈，然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自己本身对于节气还有植物这件事情都是一直很感兴趣的，所以怎样的节气、怎样的食物是适合的，
然后怎样的空间、怎样的场域、自然这件事情要怎样进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最大不同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会学习到在不一样的环境下有怎样的植物适合适用于在那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做城市庭园号的时候是用像可食地景的概念，就是外面是种植像是一些食材，但是内部里面是种了很多香料，大家可以在外面采集之后然后进来那个巴士里面可以使用，所以它是一个很简易的厨房。这个作品用很多大量的水泥砖去做隔间，去界定一个空间场域的质感。有些日本人他是把庭园放在外面的，但是我是希望的是创造，是当人从外面很繁杂的地方一走进去那室内的时候，他会开始借由那个地方去转换那个心境，然后再进去到餐厅内部使用。所以那个前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是一个很主要的缓冲的地方，它可以让人家沉浸心灵。然后那个前庭也会是使用像直升墙啊，或者是这样的方式去让人去感受到不一样的绿的存在。其实学校本身它就是一个教材，把人丢在一个大自然当中，所以在那个大自然环境底下，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比较去考量像是风跟阳光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是必须是可以让这样的自然是可以运作的。到这个地方来学习，要承担更多的也许比他的同学更不方便的地方，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了，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一个感受力，然后感受到艺术的一种多元性跟柔软。那么人跟人之间柔软了，心打开了，再加上他本身就有一种独特性，环境也有一种独特性，当他不知不觉毕业了到社会上以后，他才发现以前所学的这种特质是非常好用。其实不断地去冲撞这个体制，那我们用比较新的一些想法或新的手法去刺激他们。那这个过程很辛苦，因为初期其实很难被看见，而且很难被认同。可是当我们一步一步做出成绩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变成是我们的风格。那这件事情当变成风格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被业界看见的原因。我觉得学校给我最大的帮助其实是学校给我的美学训练。那这个美学训练其实非常扎实的，就是从我们怎么去观看一幅作品开始，那对应到我的设计工作，其实我观看作品的方式跟角度就会比一般的设计师来的不一样。艺术是我的基石，就是我因为有这块基石打好了，我才有办法叠第二块。那第二块我也花时间把它经营好了，做稳了，我才去做第三块、第四块。所以我的学习曲线上面这些每一个区块，它都是我很努力、很稳定的打下来的基石。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对于他大学学习跟他毕业之后创业的一个学习，他又把它整合起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一种跨域的一个整合。美术系学到很多绘画的技巧或者是创意的思考，但是如果他没有落实在生活里面，
甚至作为一种应用的话，那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的。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学科来讲，它都必须要跨专业、跨领域来做整合。滚草坪这件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的行为，但是透过的过程先引导他们，然后去把眼睛闭起来跟自然互动的一个直接的方法，顺便透过身体的行为让他们开始希望慢慢知道我们希望他做一些是不一样的事情，而且勇敢的去做，那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对于本身本来对于用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啊，设计是可以从一只汤匙到一座城市。简单来说，身边所有从小到大，大到乃至于到都市尺度这么大的，它其实都跟设计有关系。观察有点像一把刀，是说把物件切开来看到问题点的技巧，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需要培养，甚至你怎么切它。所以康志凯的观察能力是很敏锐的，并不是很爱念训练书，可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就是凯子很好奇，那他还重点就是他很能做 teamwork。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哈，从考进华范，选择华范，他的个体就不一样了。能够让自己一段时间，其实也不是太长的时间，到山林里面去体验与城市不同的身体感受，春夏秋冬季节的不同，在山上里面感受到人文的不同。我想对于艺术啊设计创意的开发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艺术设计学院最希望培养的还是呢，具有创意的艺术人。所以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同学能够透过学习而有自觉性，这个自觉性呢，就能够产生自主性，他开始感觉自我存在，而自主的、自觉的，愿意去面对未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的方向，努力坚持的话，那我们可以确信，这年轻人一定能够成功。